对，那是个感觉。哦，安迪啊，就是这种感觉。这是这个可爱的玫瑰双眉，真是可爱 ，cute cute。我拍完进去的拍回来，我肚子太痛了。我然后就是跳的时候不跳不痛，一跳的时候非常非常非常痛，然后胃就会感觉这种绞痛，你知道吗？都很难形容这种感觉，所以我打算去医院看一下。我刚刚吃了两片达喜，非常非常难受了，就希望我的病不要很严重，不要耽误到我青春，进去青春就好，还是进去就好，还是就年轻了。然后我回来之后还有愚人节的公演要拍，拍完之后3号就要去北京有个通告，我4号中午回来的，但是4号中午有一个公演，我就想要提前回来，我就跟姐姐说吧，时间改到早上行不行？然后我想下午参加公演，姐姐就说你可以吗？因为前一天也是一大早，我说我可以，因为后天也是一大早，3、4、5号都差不多要5、6点起来的。我觉得忙一点挺好，就希望自己身体不要太那个什么。我已经很久没有那么难受了，这也是我难得的 emo 时刻。好像也不太能够吃沙拉，就吃一点点吧，因为它也是冷的东西。我不知道，我一开始以为沙拉是对肚子好的。大家好，到北京了，今天是要录制进去的一天。Hello， 是不是？哎呀，好可爱，什么东西啊？行，可以，有排面，谢谢。这样走就毛毛掉下来，然后这个衣服它就是比较漂亮的，然后上面这个毛毛是可以拆卸的，可爱。然后它上面会有那种蝴蝶结的珍珠衣服，配上爱心耳环，都是比较蓝色系的东西，然后再配上我的牛仔裤，这样我的下半身是这样的。像个农民。日式
式双拼冷豆腐，我一般加豆腐一半。啊、我看那寿喜烧，寿喜烧点了。哈、敢吃这个小皮皮饭？等一下，我还要点个喝的。Hello， 现在大概是很晚了吧？我们戴萌，我们出来吃东西，然后大家还有张欣，就是我十一点的时候我还要去用个麦，一会儿我就睡了，吃完就睡了，哈哈，好欠扁呢，我还要去排练，然后我还不如出来吃个东西，因为我就是胃饿到疼，我现在不能饿肚子，我一定要吃很饱才可以。他们说吃秋葵可以对胃好，我试一下。是吗？好烫。这个是五花肉，上面有秋葵，里面有秋葵，我感觉可以爆汁出来。好烫啊！无法下嘴。慢点是吧？刺青是因为小。四人份什么一勺，我觉得你可以一个人喝。对，我要吃了，我要吃了，我要干锅炉。不好意思，开始。好吃，好吃。这个秋葵很嫩很嫩。肉很焦很焦，就是很烫。嗯，那豆腐好吃死了，救命！嗯，很漂亮。大家好，我才吃一半，他跟我说我要回来，提前了。我一个人这么难吃这种啊，好难过，好难过，我本来想跟大家开开心心的吃顿饭，我刚吃几下，我的妈呀，太难过了。就是北京我很爱你，你怎么这么对我呀，大风去了只有用，祝你富足It's a long game. When you look like this and you talk like that, it's a short thing. Hello, 大家好，现在是凌晨两点多，我们刚录完金曲，吃个药了，长痘痘了，好难过。北京的天气就是很干燥。好像呕，好想热。这有熟了吗？没有啊，刚才煮一会儿。现在拍镜头吗？我给你拍，给你。
讲起来肉了。那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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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吃到了烤鸭耶，好开心！那个现在切的还不错，哎，我的乐趣在飞机上看《动物世界》，跟大家讲一下。你看，这是啥鳄鱼啊？真鳄鱼，很啥鳄鱼？真假难辨，真挺鳄鱼。哇塞，他们这个就是喜欢这个假鳄鱼，这个小伙伴太假了吧！起来了，吃这个椰子不太冷。辣椒吗？我呀，哎呀，我不吃。你们展示一下，想要怎么把它最后一把留上吗？哎呀妈！那你这个外套，这个外套不行，不行，不想借你。不好意思，我自己要用。导演，你还有什么吩咐吗？你借已经使唤我一天了。我好受伤。这位大女主戏马上就要演成了，心情怎么样？别说，我很紧张，我这衣服都不对。我们什么时候上去？不不，
那看电影，那看电影。我们是再来等到快结束的上去。不关系大家，我还真的只是刚刚有被搞笑到，然后有点控制不住。然后我刚上台的时候衣服穿反了，上 iPad 好像是。没有好东西，哪有什么好东西？是吗？我有话说，我们走吧。陈老师，杨老师，超心，真的，真的，吴云念，谁带口红上来了吗？没有哎。对，现在又换成了跳探戈的衣服，这套衣服是我之前在金曲穿过的。这个是小青教我的领结，我觉得很可爱，我今天喜欢可爱的领结。这是男科，男科死了。刚才有人说啥？这个 CP 这有什么好磕？多人一点不好磕，多人全是最男科的 CP， 二是男科死了，男科死了，男科死了，能不能看着我说呀？这位路男科死了，多人转型好好。多什么我都念不全。开始切蛋糕，我好像一开始就切歪了。这个雷爹是不是？你自己切个大块的吧。Yes。我们大家今天赶的是7点的飞机，所以我4点钟这个人就已经起床了，换了一个劣质眼妆。太不容易了，就感觉给我们送机的大家像是那种一夜未眠的感觉，很辛苦。难得我的刘海出现了，反正我也可以留。是吗？是啊。三毛还说我最近太不顺了，他们给我去那个寺里面求了签，希望我4月份能顺利，没有那么多伤病吧。谢谢你们。我粉丝说，这不是我自己要滑，你还要讲解滑跪吗？对啊，不是我要滑的。怎么有人在机场滑跪？真的有滑跪？怀疑的眼神。是没有办法 PK 的 ，PK 的时候。来，快点，赶紧的结束了啊，赶紧的。我手机。啊。可以了，有人录像吗？我录了，可以了，全员翻身，进去 CP 弟弟，可以了，谢谢。吉子也这么努力，不用了，耶，是机器来救我。杨姐，发你真的很让人骄傲，每次怎么这么让人感动？这个 iPad 举的是什么？妈呀，我聚焦不到。我点的是豆乳玉麒麟，这个豆乳真的很不错，但是要分装，所以就比较麻烦，一定要把这个盖给拆开。我要开始化妆了。最近流行的眼睑下至妆。短歌乱歌さではないけど、ちょっとブスな人の方が可愛い部分を見つけるのに。Oh, let me know what's too much for you.非常非常恍惚，我们大家都是这个样子。然后来到这个一次性的酒店，我们睡一觉，明天大概7点钟起床，然后化妆，然后8点出发，然后去机场，然后开始公演，大家可以赶半场。你在拍 vlog 吗？是的。哦，好累啊！围着两人住一间酒店的日子啊。
但不错，这个酒店还是蛮漂亮的。虽然这个床有一点小，有点硬，这个床。看一下我今天的穿搭吧，这衣服是吉雅借我的，我可以借他很多外套，我发现了。我每次来一个机场，我就可以借他一个外套穿，很不错。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腰，啊，过敏腰漂亮，太惨了，整个腰已经过敏了，因为贴了膏药，然后流出来一个完完整整的长方形的膏药形状，太搞笑了吧，这个事情，真的好痒好痒，我现在一直在疯狂的抠它，好难受啊。强烈推荐。张旭旭。早上来到文前。这个很有名，它巧克力也很好吃，然后它的那个奶味儿也很好吃啊。对，你买的是它最不好吃的味道啊。可是我想试一下，哎，它这个冰淇淋老贵了。这个冰淇淋是那个专柜独立买的，就商场独立买的，所以很贵。它你是柜姐吗？哎，你是来，你是罗森的小妹，罗森小妹。来，欢迎来到绵羊铺。你进就没了。我要把这个花上面的这个给拆掉。三味觉好像是 yes。 我收到了很多花瓶，还有可爱的星之塔笔，还有哈比。刚刚还直播给大家表演这个手摇奶茶，然后今天也是比较忙碌一天，今天公演完还非常羞耻的表演，大家每个人都表演吐吐啊什么什么，我当时就应该表演什么羊羊啊，我就是那个时候脑子小羊羊小羊羊小羊羊开玩笑，然后明天握手会然后应该就跟大家轻松那么一点点。我们要非常漂亮的出现在大家面前。耶，我终于可以补了。新苏联，新苏联，哎，他怎么读来着？我来啦！你叫拿什么爱来着？怎么了？怎么了呢？老跟你。Hello， 我现在在握手会。又是早起了一天，今天是早起第一天，现在需要日出。这种懒癌患者能早起三天不容易。他给我送了说是最近几天的限定喜茶的生打青团椰，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绿色物体，像是青团椰，感觉是这几天的限定吧。谢谢，想要一口都吃。还可以，清糖喝起来是那种麻薯的感觉，就是麻薯和椰子汁混合在一起的。我叫他下次给我送一个。不行。你不是答应了吗？可以、谢谢你。你自己做的呀？对，这也有淘宝店，你也可以去买，只要200块。啊，200块。值得拥有。那都是什么玩意儿？食疗。
我的妈呀，猴头菇 CBD 两个大球，是那个小球啊，可爱啊。我收到的好利来限定版，但是它已经碎了，还有这个碎的过更过分，本来是一个可爱的糯米丸子的，还有这个 Amsterdam 的水泥蛋糕，这个光格也很水泥。收到了柠檬凤爪青团、螺蛳粉青团，还有青团，还有一个蝴蝶酥。哇哦，这个看起来很棒，这个看起来很想吃。大家我要先说一下，这个螺蛳粉青团到底是有什么来的？好油啊，青团也蛮好油的。还是会有心理负担。好吃，它里面有螺蛳粉，然后真的是那种螺蛳粉臭臭的青团味。好吃，你像在吃什么酸菜包之类的，一点也不黑暗。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有什么酸豆角什么的，这米粉不是很尝一尝，它切的比较碎。接受螺蛳粉的朋友可以尝。